姚里古镇是一个4A 级的风景旅游区，它是一个小众的旅游景点。一般游客来到景德镇才会考虑是否去姚里古镇旅游。今天是5月13号，我来到了景德镇的姚里古镇。那我背后的这条小溪穿过姚里古镇竟然1000多年。那么我这个视频是想和朋友们分享一下我在姚里古镇旅游的照片，前往网红打卡地。不论你是否去过姚里古镇，看看我的分享，姚里古镇是否值得一游呢？游客前往姚里古镇犹豫不决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交通时间和费用。姚里古镇距景德镇市有50公里的路程，来回路途时间需要至少2个小时。如果说您是自驾游导航，交通要方便很多。但是如果您是要乘私家车或者出租车，那费用就比较高了。我这次去姚里古镇是乘坐班车巴士从浮梁前往姚里古镇。姚里古镇吸引游客的地方主要有3点。姚里古镇包括高岭村，这是高岭土发源的地方，所以姚里就是陶瓷的发源地，也是高岭土的发源地，所以人们都是慕名而来去看看景德镇陶瓷的发源地。姚里古镇在抗日战争时期，红军游击队进入到了姚里古镇，在姚里古镇发动了抗日动员大会，所以也可以把姚里古镇看成是一个红色旅游的景点吧。有一条东河穿过姚里古镇，沿着溪流两岸穿过古镇，明清商业街就沿着这条小溪分布在河流的两侧。从姚里古镇前往东部古码头，我们又是乘坐了公交班车，直接从古镇发往东部古码头，路程大约需要20分钟的时间。是5月13号，我现在来到景德镇的姚里古镇。那么这个地点呢叫东部村，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东部古码头。这个古码头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，那么旁边呢就是著名的东河，这条小溪呢最终是汇入景德镇的昌江。东部古码头，它是高岭国家矿山遗址公园的地方，一般游客可以做2个选择。对于陶瓷有特别情节的游客，可以花一点时间去高岭国家矿山遗址。如果你只是想打卡拍照，那么东部村的古码头就足够了。东部村的古码头沿着东河两岸默默地流淌了1000年之久。古码头在古代的时候是人们交通运输工具，古人主要是依靠河流水路运输，源源不断地把姚里地区的高岭土和松脂原材料运往景德镇，所以作为陶瓷的原材料供应基地，就在东部村形成了古码头。你可以看到长长的码头石阶留下了车轮碾压的凹槽。过去有一部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拍摄的也就是在这里。现在就让我们还原一下古代生活场景一个小小的剧情吧。我现在呢就是在东部路的古码头，这一条石板路呢旁边呢布置着了一些米店啊、洋货啊、酒楼等等。那过去的话呢，因为当时人呢都是骑马骑驴的，所以大家看到了这个石板路上面的这个窗户啊，这个店面为什么这么高啊，因为当时的人呢买东西啊都是骑这个马，所以呢他不方便下马。因此你看我现在身高，一个成年人的身高，那么我都够不着。为什么他这个窗户要这么高呢？因为当时的人出行呢都是骑马的，所以呢现在的人的话要是步行会觉得很奇怪。是不是这一条古街还是有它的一个历史感吧。
掌柜的，二两米粉多少钱？一两银子。我们再从东部古码头前往韩溪村的茶园，这是一个免费开放的一个景点，公交班车有站点连接到韩溪村，不过这个班车一个小时只发一班车，所以你也可以选择出租车前往，并且要牢牢记住班车的上下站点，否则你返回景德镇就很麻烦了。并且友情提醒一下，返回景德镇的班车最迟一班车是下午5点钟。那么看过了我们照片和视频，你觉得姚里古镇值得一游吗？